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糖尿病胆固醇心血管疾病之三角关系的网上医学讲座。我是 Jasmine， 是今天的主持。今天我们将会以 Facebook 平台去直播这个讲座，也很荣幸能够请来我们身边的两位嘉宾，分别就有林敬恩医生和谢德新医生会同我们分享相关的资讯。两位你好。今天也会邀请大家，如果对于例如病情治疗方面有任何想知道多些的话，都欢迎你们在我们下面的 comment box 里面留言。稍后的时间都邀请两位的医生和我们去作即场的解答的。好了，这个时间事不宜迟，我们首先就开始了我们分享资讯的部分先。第一件事想请教谢医生的，就是關於三高的問題，因為多了很多看調查報告都會說，香港人三高的問題越趨嚴重，並且一句很特別的就是說年輕化的趨勢都明顯了。其實造成這個膽固醇去超標的常見原因是甚麼呢？其實確實是年輕化的，因為冠心病的病患者其實都很年輕，我最近做手術要通波這個病人其實都年輕過我的，不過我不會告訴你我幾多歲，都很年輕啦。咁真係年輕化嘅，譬如話，如果你睇翻政府嗰個嘅衞生署嘅數字咧，2017年去睇咧，其實咧我哋有50%嘅人口成年人咧係有膽固醇高問題嘅。咁其實個人口嗰個嘅十年之間咧係由180萬升到290萬，即係話十年期間咧係多110萬人係有膽固醇高問題。咁當然咧，大部分係。有部分是先天啦、遺傳啦，啲嗰啲嘅遺傳膽固醇高咁嗰啲病人，佢好年輕會有冠心病。咁當然其實呢個嘅即係呢十年升咧，好多時都係生活習慣，即係話後天嘅問題。咁啊，缺乏運動啦，生活緊張啦，肥胖啦，咁同埋唔健康飲食啦。咁唔健康飲食嘅，咁一直我哋都知道嘅，大家都會避忌嘅，就係呢個飽和脂肪，大家都避免食啲肥嘅嘢。咁但係近年咧，我先發覺比起飽和脂肪更加差嘅。就係一啲嘅反式脂肪啦，咁反式脂肪攝取過多咧，係會增加我哋嘅壞膽固醇，降低我哋嘅好膽固醇，從而令到嗰個嘅膽固醇嘅問題更加嚴重化。咁我哋稍後時間再討論一下啲咩嘅治療方案。另一樣想請教林醫生，就係常見去造成糖尿病嘅原因又係啲乜嘢咧？係，咁首先我哋有兩種糖尿病啦，我哋有一型糖尿同埋二型糖尿。咁咧就少於10%咧係一型糖尿嘅病人嚟嘅。咁嗰啲病人通常咧就後生啲啦，就缺乏胰島素。咁成因暫時嚟講咧都唔係好清楚。咁但係多於90%嘅病人咧係我哋講二型糖尿。咁通常嚟講咧就中年人士啦。會超重或者肥胖啦，咁其他高危嘅因素咧就包括有高血壓啦，有家族歷史啦，女士咧有妊娠糖尿啦，或者係多囊卵巢症，咁患呢啲糖尿病嘅風險咧亦都會增加嘅。另外一樣嘢又係成日聽到嘅字就係話，膽固醇超標咧就會好影響心臟健康。我想知道其實就係膽固醇同心臟健康當中嘅關係係乜嘢咧？或者又係有幾密切？如果我哋冇好及早處理呢個問題，會造成啲咩嘅後果發生咧？第一，膽固醇係一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高危因素，係可以增加冠心病，亦都係一個可以絕對預防啦。咁當然，我哋一講膽固醇超標咧，其實最重要就係我哋唔係淨係睇嗰個總膽固醇嘅數字啦。咁所以有陣時，如果即係大家想檢查佢想知道嘅話咧，留意翻即係我哋一定要分清楚，即係除咗總膽固醇之外咧，其實我哋之前已經講過就係好壞膽固醇啦。咁其實即係我哋血液裡面有高密度膽固醇，佢高密度膽固醇係好膽固醇嚟嘅。咁其實咧，佢係能夠好似我哋血管清道夫咁。咁減低心臟病種風險，咁所以呢個水平咧，其實越高就越好。咁調翻轉頭都係壞膽固醇咧，就講緊呢啲嘅低密度膽固醇，咁呢個就係會加快血管硬化。咁所以呢個水平咧，其實就係越低就越好咯。啱啱就講開膽固醇啦，我哋就話點樣可以分好壞啦。但係如果超標方面咧，個病徵明唔明顯嘅咧？又首先就如果明顯就會有咩嘅睇得出？如果唔明顯嘅話，仲驚。即係我點樣先知道自己？我有冇膽固醇問題又可以處理到咧？其實冇病徵嘅喎，咁其實除非去到最後啦，即係因為其實即係膽固醇差嘅話，即係好膽固醇低，壞高高嘅話咧，就會加快血管硬化，咁會令到個血管出現問題，咁啲血管開始積咗斑塊。堵塞就會導致中風啊、心臟病甚至乎啲心臟病之後心臟衰竭，去到嗰剎那先會有病徵。咁所以好多時即係嗰啲病人可能真係知道啲膽固醇高咧，係發咗病啦，中咗風，心臟病發覺，驗翻轉頭先發覺原來膽固醇高，而一直都唔知道。之後我就想再請教阿林醫生啦，就係講開就係糖尿心啊。醫學界咧依排就不時多咗提及呢個字，就係糖尿心。其實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當中有什麼關係？如果同樣不早處理，又有什麼後果，會不會更加嚴重呢？
咁糖尿病亦都係我哋啱啱講心臟病嘅一個高危因素啦，因為啲血糖長期過高嘅話咧，就會增加咗嗰個粥樣硬化嘅情況，咁令增加咗冠心病嘅風險啦，咁另外咧嗰啲缺血性嘅心臟病啊，心臟衰竭嘅機會率都會增加嘅。咁有啲大型研究顯示咧，糖尿病人比起啲冇糖尿嘅病人咧，患心臟病嘅機率咧係高2-3倍嘅。咁同埋咧，有多過一半嘅糖尿病人咧，都會因為心血管毛病咧而致命咯嚇。咁所以糖尿病患心血管毛病嘅機會率會增加啦，同埋佢哋個死亡率亦都會增加啦。嗯，但我點樣先可以知道自己會唔會又係有糖尿病，又可以及早防範？因為大家都想知道就早啲知嘛。係啊。咁如果你話糖尿病嗰啲症狀咧，咁我哋好多時都係話飲好多水啊，好多小便啊，體重下降啊咁嘅情況嚇。咁但係如果啲症狀咁明顯嘅話咧，通常啲血糖已經非常之嚴重㗎啦，可能高到血糖我哋講緊十幾啊咁嘅情況嚇。咁所以病看始終醫啦。咁如果係有啲高危因素嚇，譬如話年紀比較大啊，有啲家族歷史啊咁樣，咁我哋都建議咧定期咧去驗血，去基本上好簡單而家，你抽個胸肚嘅血糖。加一個三個月的平均指數糖化血酮素，其實就可以知道即係你有正常的血糖啦，糖尿前期啊，淨係有糖尿病咯嚇。咁如果你話個胸肚血糖高過7.1，或者係個三月平均指數糖化血酮素高過6.5咧，其實就可以確診糖尿病㗎啦已經。兩位即係各自嘅專科啦。啱啱講到就係如果我膽固醇同埋糖尿病咧，首先就係已經係心血管疾病嘅高危因素。但我不幸我兩樣都有，包括例如我高血脂、高血糖嘅情況都同時出現嘅話，會唔會對於心臟嘅健康，即係我估計應該都有啦，會更大嘅負荷，甚至嗰個嘅影響後果會有幾嚴重咧？其實風險高好多嘅。咁其實好耐以前咧，糖尿病只係其中一個高危因素。咁但係而家都個睇法唔同嘅。咁以前有一個研究咧係。看不同的病人，一班病人是心臟病發過沒糖尿病，有一班病人是有糖尿病沒心臟病發過，究竟這兩組不同的組合將來心臟病發哪個機會高一點呢？最後發覺是一樣的。所以其實基本上現在有糖尿病病人，我們已經覺得他是有一個很高的心臟病的風險。因為很多時候其實尤其是嚴糖尿病的病人，其實那個血液裡面那個胰島素會高了，血液胰島素高了是會加快那個血管硬化，所以其實個風險非常之高。我哋啱啱就講開話嗰個風險高啦。咁如果真係不幸有呢兩樣嘢發生嘅時候，咁都希望去揾醫生求助，去有醫治嘅方案啦。當中有冇治療上有咩準則嘅咧？即係我哋啱啱講開，如果糖尿病去合併咗高膽固醇嘅話，會唔會話我喺治療水平上邊希望你可以控制喺咩嘅方案咧？膽固醇同血糖裡面嘅話，我都想請教謝醫生先。咁膽固醇個水平啦，咁基本上。糖尿病的病人咧，其實都差不多走唔甩，都係要食藥去控制嗰個嘅膽固醇嘅。咁其實就尤其是咧，如果我哋個目標去到邊度咧，好視乎個病人嗰個嘅情況啦。譬如話，如果啲中風險嘅，譬如話，如果佢嗰個嘅一型糖尿嗱35歲以下，或者二型糖尿50歲以下，如果個嘅患病係少過10年冇其他風險因素嘅話咧，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個壞膽固醇個目標咧要低過2.6嘅。咁其實變咗2.6都唔容易嘅啦，基本上都要入物治療。咁其他病患者，譬如話已經有其他高因素，膽固醇已經高，或者有高血壓，或者係已經開始影響個腎啊，或者個糖尿已經影響其他器官，又或者患病時間多過10年嘅話咧，其實個目標膽固醇壞膽固醇咧要低過1.8。咁如果個風險更加高，有啲病人我哋評估未來10年嗰個嘅心臟病中風風險係高過10%，又或者個腎已經有出問題，或者個糖尿已經影響其他器官，或者嗰個嘅糖尿嗰個病歷係多過20年嘅話咧，其實咧呢班病人嗰個風險好高，我哋目標嘅壞膽固醇咧係要低過1.4。咁其實最重要就係我哋要明白咧，其實壞膽固醇係冇真正安全水平嘅。即唔係話你2.6就 OK， 1.8 OK， 係當你風越高咧，我哋嗰個要求越高，用個藥又要更加要強去達到目標。好，咁亦都請阿林醫生喺你方面有啲咩嘅意見咧？控制方面係咁咧，就糖尿病患者咧，我哋都建議佢定期自己監測個血糖嘅。咁我哋都建議，譬如餐前個血糖大概4-6啦，餐後2小時，如果佢篤手指個嘅血糖咧，就大概5.7啦。咁另外咧，我哋會定期同啲患者抽血嘅。咁我哋一般嚟講咧，3個月就會驗一次個3月平均指數啦，糖化血酮素。
正常人沒有糖尿病咧，個糖化血素應該就大概4至6嘅。咁如果糖尿病患者咧，一般嚟講，我哋希望佢喺7以下啦。咁如果你話可以做得到嘅，可以即係冇乜大嘅副作用啊，冇血糖低嘅風險嘅話咧，我哋希望可以做到6.5以下咯。我哋啱啱講就係治療嘅目標或者範圍啦。咁其實當然藥物就係其中一個去幫助嘅方案啦。坊間咧都有唔同處方咧，有關於糖尿病啦同埋膽固醇嘅藥物。但大家我要點樣選擇先至可以去減低並發呢一個心血管疾病嘅機會咧？都有請兩位醫生去分享一下。咁啊，膽固醇啦，咁啊，膽固醇其實都係主流個藥物，我哋叫做一個他汀類嘅藥物啦。咁其實咧，都係他汀類藥物已經證實咗係可以降低壞膽固醇。而減低心臟病風險，當然它都有少少作用咧，係微微都係提高嗰個嘅高密度膽固醇嘅。咁而我呢個界都相信咧，其他啲藥物咧，即係唔單止抗膽固醇咧，亦都有一啲抗氧化、穩定斑塊嘅作用。咁所以其實好多高風險即係有冠心病嘅病患者咧，其實咧我哋都會處方他啲藥物。咁其實佢藥物咧，亦都係透過減低肝臟製造壞膽固醇，從而令到個壞膽固醇嘅水平係降低。嗱，當然所有藥都有少少副作用嘅，咁但係就一般嚟講個副作用個機會都好低嘅，好多人會影響個肝啊，或者個肌肉，咁一般嚟講醫生都會緊密去監察嗰個情況啦。咁當然譬如話，如果尤其是而家你知道我哋嘅壞膽固醇嘅水平咧越降越低嘅話咧，咁可能即係嗰個嘅口服吞藥物唔能夠達標嘅話咧，可能要配其他口服藥物，甚至乎一啲加毒性。遺傳膽固醇高咧，其實而家咧都有啲嘅針係可以用到，係可以幫佢降到嘅，所以治療方案係好多嘅。不過主流嚟講咧，都仍然口服藥為主。咁林醫生咧？係，咁我哋糖尿藥物咧就比較多啲選擇嘅。咁我哋有口服藥啦，同埋針劑。咁基本上所有嘅降糖藥物咧，如果可以令到啲血糖好啲嘅話，其實都有助減低個心血管風險啦。咁但係咧，而家最新嘅研究顯示咧，就係有兩種藥物啦，係有助去減低譬如心血管毛病嘅死亡率啊咁嘅情況。咁第一種咧就係 SGLT2 嘅制劑，咁佢作用咧就其實咧減少個腎臟咧去吸收翻啲血糖，咁所以喺個小便嗰度屙翻啲糖出嚟。咁所以咧個患者通常就會會有啲減肥嘅症啦，啲血壓都會好啲啦，咁另外咧就有研究顯示可以減低心衰竭住院啦，同埋心臟病個死亡率嘅，咁另外亦都有一種針劑就係 GLP 受體抑制劑，咁咧佢個作用咧其實就係一啲長度嘅荷爾蒙嚟嘅，咁打咗落去咧就會刺激個胰臟分泌啲胰島素同埋減低個升糖素。咁佢個作另外一個作用就係佢減重嗰個能力就更多，但係個唔好處咧就係佢要打針啦，咁但係對個心臟嚟講咧亦都可以減低心臟病嗰啲死亡率嘅，係啦，咁所以我諗最重要都係同你嘅醫生去商量邊啲藥物係最適合你啦，嚇，睇有啲咩好處唔好處啦，再去制定個治療方針咯。其實藥我都講好多啦，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即係由預防做起嘅，即係唔會話你病咗跟住先睇醫生食藥噶嘛。咁所以最重要係大家都要對一個嘅健康生活啊咩個概念要好清晰嘅。咁其實做咩我哋都問得多咯。我想問你笑乜嘢首先？唔係好簡單嘅啫。我哋都即係想互動少少啦，即係想問翻你問題。即係我答問題。係好簡單，唔使擔心嘅。係答中冇答到冇獎。OK。係 OK， 好簡單，最簡單。真係簡單啲喎。OK。冇問題嘅。好嚟嚟嚟嚟。聽過。即係我飲食好多時咧，咩叫健康飲食咧？三低一高係邊三低邊一高咧？成日聽就係三低一高，但入邊好似冇講得好清楚。我自己基本嘅概念同知識就係成日都講話低糖啦，低鹽啦，仲有一個咧就低脂啦，啱唔啱啊？非常好啱，好好啊！一提啫，係咪啊？高咧，一高啦。高咧呢個其實我真係事前有做過功課，但我都真係想請教少少就係我知道叫高纖維，但係即係點樣先叫高纖維咧？咁就唔識啊呢個。就我哋通常講蔬菜啊或者菇類啦嚇，咁因為如果譬如我哋進食咗一啲纖維高嘅食物咧，咁可以增加我哋個飽肚感啦，咁變咗可以唔使食咁多嘢啦，係控制咗個食量啦嚇。咁第二，如果我哋食咗啲高纖嘅食物先咧，其實可以減慢嚇嗰啲碳水化合物嘅吸收嚇，咁對嗰啲餐後血糖其實都有啲用處嘅。即係控制緊體重嘅時候食多啲高纖維嘢係幫助到我嘅喎。幫助到，你食少啲嘢嘛。都幫到嘅喎，其實譬如我自己。即係我以前比較肥胖啲咧，乾曬啦，即係慣咗。即係我諗我哋係唔需要食咁多飯嘅。即係其實我哋
電話真係唔算咁多嘅。以前唔同啲現代唔同咗，以前咧係好多飯，因為大家係體力勞動啊嘛。而家我哋體力唔勞動㗎啦，咁但係飯食得多咧，其實都會增加肥胖問題嘅。咁我慣咗，你突然間食少多嘢咧，好難嘅。咁所以我都係即係食多啲菜去幫自己咯。好啊。咁頭先你講你話低鹽咧，其實即係。最咧叫科學化啲咧，其實低辣咯。咁其實鹽係一個即係主流，大家都知係鹹嘢，唔好食咁多。但係其實咧，好多濃味嘅食物咧，都係高辣嘅。你估都估唔到，譬如番茄醬、沙醬、芝士醬，全部都高辣。醬先勁啊！係咯，譬如話，好簡單，你話誒茄汁甜嘅喎，點解係高辣咧？咁其實好多濃味食物咧，都理論上啦嚇，即係唔好食咁多嘅。我覺得最簡單一樣嘢就係唔好出街食太多飯咯。屋企食係最健康的。所以就維持三低一高的原則啦。可以。我咪答完啦咁。OK 嘅，呢個滿分嘅呢個嚇。冇啦，係咪？跟住到我啦，係咪？跟住仲有嘅。咁除咗食嘢之外咧，咁你主持嚟嘅喎，有啲咩需要改善咧？我自己自身啦，我諗我相應嘅係要做運動咯。嗯。因為即係我諗大家都哇。我首先覺得可以，即係我全部要戴好多頭盔先。我覺得大家未必可以咁多時間去跑步，我諗慢步、散步都要。咁當然，如果可以做到好嘅足夠嘅帶氧運動都唔錯嘅，啱唔啱啊？都非常之好答得。咁做幾多先夠咧？嗱，咁咧，雖然大家得24小時，但我覺得如果藥膜可以做到10多分鐘、30分鐘，會唔會叫好啲咧？有冇指標嘅咧？其實都有嘅。咁我哋會建議一般人啦，或者糖尿病人都係啦，一個禮拜起碼做到150分鐘運動嚇。咁如果最好分開去做啦，譬如話如果分開咗5日嘅話咧，就每日做1.5個鐘頭咯嚇。咁如果你中意分開3日嘅話咧，就可能每日做1個鐘頭咁樣咯。但係有冇話係因為啲咩嘅原因，或者定係喺你哋嗰邊嘅專科係分開做會好啲？係，咁都有啲研究顯示嘅，即係譬如糖尿病人啦，我哋譬如做咗運動之後咧，會減低咗個胰島素嗰個抗阻性嘅嚇，咁所以對嗰啲血糖控制都會好啲嚇。咁但係咧，你如果做運動做完運動之後咧，這個咁嘅這個效果咧，只能夠維持2-3日嚇。咁你如果一次過做150分鐘咧，咁就變咗你嗰啲血糖可能頭2-3日就會控制得好啲，之後嗰幾日咧就會差少少咯嚇。咁所以慢即係分開佢做，平均啲做咧，個效果係會好啲嘅。個主導權係咪轉移翻？乜問題？我答問題。頭先我聽到張志明講一個詞語，你話大氧運動啊嘛。係。咁咪叫大氧運動啊？游水咯。跑步咯，會令到我心肺功能增強嘅運動。咁但係定義上其實真係嚴格嚟講，你要個心即係會心跳快咗先叫嘅。咁同埋到其實你話好 technical， 你可以計數嘅。譬如話，即係好多時即係我哋計目標心跳啦，咁即係220減你個歲數。跟住如果你能夠做到，起碼即係其實係大概50%至55%咧，都係一個大嘅，即係一個中度、中強度嗰個 range。咁喺呢個 range 去做咧，其實就會幫到你嘅。咁但係最重要，但係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即係最緊要叫做啦。咁當然即係最理想咧，其實我都好想有做運動。係。不過未必做到嘅話，我覺得你抽到時間能夠做，其實都已經好開始嚟嘅。係。咁同埋我都唔會同啲，尤其是60幾、60歲咁多嚟同，喂，起身，你要做運動啊，要跑步啊。咁嚇親人嘅，即係最緊要，你我覺得喐動下先啦。咁當然，你慢慢可以加嘅。咁即係能夠同埋最重要就係你唔好以為你跑得快就一定係好喎。譬如你想減磅咧，雖然你唔需要啦，不過你想減磅嘅話，反而中度嗰個做耐啲咧更加有效。中強度運動同埋持之以恆啦，我都希望大家做到嘅。多謝你哋嘅提問啦，係咪？仲有㗎？呢條常識題嚟嘅都簡單嘅，其實你冇答唔到我嘅。但係呢條問題咧，我發覺咧。其實我不是想問你的，我想你幫我跟我的病人去解答這個問題。很多病人腹診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問題的，即係食咗藥，即係膽固醇水平很靚啊，血糖好靚喎，醫生啊，可唔可以食藥啊？係啊，你係咪你咪成日都係啊？你答啦，即係我哋答有角色衝突，我覺得佢答最好。醫生咁樣問得，我梗係知唔得啦。但我都要幫病人講下就係，咁我真係食得辛苦嘛。即係如果我覺得好似數字幾靚喎，咁我都想問下啫。咁可能唔食嗰下，原來我得咧，你唔試點知咧？咁我係咁諗咯。咁但我知係唔得嘅。咁我都睇下其實醫生又點答咧。嗱，當然其實我啲病人個心態都係最好嘅。梗係唔食藥最好啦，不過我成日同病人講其實如果我哋話你有病，唔使食藥，點解？因為冇得醫，但係你有病，
但如果有藥物能夠將佢長遠嘅風險減低咧，其實係值得嘅。咁當然有時候我都會鼓勵下病人啦。咁因為其實有部分病人可能用啲藥咧越嚟越重。咁點解咧？就因為佢從來冇自己好真係令佢戒口啊，佢生活運動嘅改善，所以永遠都改到嚟到嚟。例如你自己戒口多啲啊，啊運動多啲嘅話咧，可能個藥個份量都唔需要咁多咯。不過不幸地，啲藥係需要長遠，因為我哋都希望長遠減低個風險。同樣地，有啲病人會擔心地覺得，哎呀，一食多藥，一唔食咪反彈，都係衰過以前咁。其實唔係呢回事嚟嘅，即係你食咗藥，嗰啲血糖、膽固醇降低咗，你個風險係降低咗。咁但係你唔食藥咧，就打回原形咯。嗯，不過我始終覺得最重要咧就係問都好，因為你可以問下仲有溝通機會。就首先唔好自己停咗藥一排先，你就問：，誒點解你啲指數唔同咗嘅？所以即係有任何嘅諗法之前，都要同醫生講咗先。其實問得個病人咧都知道答案嘅啦，不過。即問一下啫，係你都好彩，你都體諒一下啫。係啊，可能係啊，咁有咩？但係都係即係而家，譬如話膽固醇啊、血糖嗰啲好多藥物，真係可以減低將來嘅風險好多咯。咁所以都係要繼續嘅。其實 Jasmine 都答得很好噶啦，係啊，多謝。咁我諗其實即係大家如果想降低我哋心血管病嘅風險啦，咁我諗就要及早去發現呢個問題啦，早啲去睇醫生去發現如果有血壓高啊、有血糖啊、膽固醇嘅問題咧，就盡早求醫嚇。咁如果有問題嘅話咧，就配合翻即係適量嘅運動啊、健康嘅生活習慣啊。配合翻嗰啲藥物啊，定期監測，咁啊將嗰個心血管嘅疾病就減到最低咯。我諗仲有一樣嘢就係要成日講啦，休息啦，減壓啦。戒煙啦、戒酒啦，都係要去特別留意，因為始終好多人都會覺得話即可能佢嘅食煙同飲酒真係佢嘅減壓方法嚟噶嘛。咁但係呢樣就反而又要忍下啦，係咪咧？食煙係一定要戒嘅，係即係我哋好多時候都同啲病人講，如果有兩個食煙嘅人，會有一個會因為即係食煙嘅疾病而死亡。係啊，咁所以無論食幾多，食一支食兩支，其實都要戒咯。酒就唔好過量啦。酒就唔好過量啦。係咪啊？啱啊，好啱啊，好嗱，咁咧，我哋啱啱就我又問咗問題啦，咁啊，醫生們又問咗我問題啦，咁其實我知道咧，我哋睇緊直播嘅觀眾們咧，都問咗兩位嘅問題嘅，咁啊我哋啱啱剛才資訊分享上邊，我相信大家對於心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啦、膽固醇咧都多咗認識，咁我哋就睇下我哋而家收到嘅問題，咁啊請教下兩位嘅醫生啊，揾大家去作答一下先。咁啊，首先第一個問題咧，我諗係可能會請教謝醫生啦，咁啊就有朋友就問啦。如果我患有膽固醇超標，會唔會增加咗我有中風嘅風險咧？其實會嘅，咁啊其實咧，佢哋因為大家都擔心心臟啦，咁好多病人以為心內血管窄咗，咁咪會中風咯。咁好多時都有一個錯誤嘅概念。咁其實心臟病發就心臟病發嘅，咁但係其實咧血管硬化一個全身嘅毛病。咁當嗰個血管硬化影響心臟血管咧，就係會增加心臟病嘅風險。但係如果個血管硬化係影響嗰個嘅頸腦部血管啊、頸血管嘅話咧，就會增加中風風險。咁所以其實膽固醇高嘅病人咧，即係未來嗰個中風機會都會多咗。咁尤其是如果心臟壞過嘅話，當然有啲唔正常嘅心跳啊、心臟顫動啊，咁嗰啲高人數控制唔好嘅話咧，心臟顫動亦都會同樣會增加中風風險咯。多謝曬謝醫生嘅解答。咁第二個問題咧，就有朋友就想問林醫生嘅，就講啦如果咧早期糖尿病其實有啲咩嘅方法能夠 check 到啦？咁如果我早啲發現點樣去醫治會比較合理或者好嘅咧？係咁我哋啱啱都講過，其實即係初期嘅糖尿病咧，未必有啲咩症狀嘅嚇。咁如果係高危嘅人士啦，譬如其實坊間都有啲我哋話一啲 risk calculator 可以即係預計到你高算唔算高風險啦嚇。即係譬如美國糖尿協會咧都有一個風險的指標，即係佢睇你嗰個歲數啦，你是男士女士啦，有冇家族歷史啦，有冇妊娠糖尿啦，有冇定期運動啦嚇。咁如果你高過五分咧，佢就會建議你去即係去驗噶啦嚇。咁譬如嚇，即係如果有一個中年嘅男士，譬如45歲。有少少肥胖，有家族歷史，又食煙，又冇做運動，其實就已經高過五分嚇。咁嗰啲病人我哋就會建議去抽血驗咯。咁即係抽胸吐血加個3個月平均指數同埋血紅素，咁就及早發現咯嚇。咁如果發現咗咧，其實第一都係要嗰個生活習慣嘅改變啦嚇。咁第二其實以前好多病人都問嘅，我啱啱發現糖尿，我可唔可以唔食藥啊？我試下減下肥啊，做下運動啊，食少啲嘢啊咁樣。
咁嗰啲已經係十幾廿年前嘅concept 嚟㗎啦，其實嚇。咁而家我哋建議其實一發現糖尿病咧，就盡早開始食藥嚇，因為其實有糖尿病之前個胰臟功能已經慢慢衰退㗎啦嚇。咁如果我哋遲咗去醫治咧，只會令嗰個病情惡化，長遠嚟講增加咗糖尿病嘅併發症啊咁樣。越早治療就可以減慢嗰啲併發症啦，同埋可能遲啲需要增加藥物啊，甚至轉針劑嘅風險都會減低咯。係啊，或者即係好似咁講，早啲食藥有呢一個治療嘅方案，亦都有早啲好翻嘅機會啦。好咁啊，下一個問題咧就想講嘅就係、是，如果本身有高血壓、糖尿病，應唔應該先做心臟檢查咁啊，可以安心啲咧？咁啊，不如請教謝醫生。其實到我諗即係如果有三高有一定年紀，其實我而家都會鼓勵即係大家做檢查嘅事。當我哋又會鼓勵大家做運動嗰時候，嗱啲即係最好都係做翻一啲嘅心臟個評估啦。咁當然最簡單嘅。咁即係除咗驗血啲，頭先都講到定膽固醇啦。咁其實頭先都可能唔記得講，就係即係其實即係膽固醇幾多要驗一次啦。咁其實即係美國生物學已經建議咧，二十歲以上、十歲以下咧，應該五年驗一次膽固醇。而四十歲以上咧，就係要每年驗一次啦。咁當然我會話，即係心臟檢查咁，其實即係一般嚟講，如果風險唔高嘅，咁其實咧都可以做一啲簡單嘅評估，譬如做跑步心電圖嗰啲都已經足夠。但如果風險好高，有一定年紀咧，其實我都會建議考慮做一個嘅心臟血管掃描，去睇清楚心臟血管情況。咁起碼譬如話，第一，如果嚴重無病嘅話，可以醫治啦。第二，如果開始見到嗰個血管已經有鈣化跡象啊，咁其實咧嗰啲嘅高危因素咧，我哋更加需要盡速控制，避免將來又出現大問題。咁所以如果係高危人士啦，又或者係四十歲或以上嘅朋友咧，咁就可能每一年去做呢一個嘅檢查就比較妥當啦，可以及早啲發現。膽固醇檢查啦，不過你話電腦掃描就唔係需要年年做嘅，但電腦掃描嗰啲咧，我會覺得 one off 有陣時做一次評估清楚，就唔需要年年咁做，因為始終電腦掃描咧都有輻射。咁但係最重要就係做呢啲有輻射嘅檢查咧，一定要諮詢到醫生先，由你個家庭醫生或者你個心外科醫生又好，或者內分泌醫生都好咧，做一個評估同佢即係分析究竟即係做檢查嗰個利與弊。好，咁我哋繼續解答下一個嘅問題，咁就係問咧膽固醇藥同埋糖尿病藥，如果一齊食嘅話，有冇問題嘅咧？係。其實都好多病人問呢個問題喎，但係我都唔係好明白點解會有呢啲問題。可能即係唔想食咁多藥啊，因為唔想食咁多藥。係其實咧，膽固醇同埋糖尿藥基本上都即係中西醫嚟講，我哋話冇撞嘅，亦都唔會有啲咩interaction 啦嚇。咁因為糖尿藥就對膽固醇會有效嚇，膽固醇藥就對控制血糖冇效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兩樣都達標咧，其實都係要分開糖尿藥還糖尿藥，膽固醇藥還膽固醇藥嘅。好，咁啊，繼續到下一個問題。咁啊，關於係有糖尿心嘅病人想知嘅就係、是，如果我係有糖尿心嘅話，有啲咩運動我係適合去做嘅咧？鄭醫生，做運動係你專長。糖尿係你個專長。咁你哋 mix and match 啦，有人答啲。係啦，咁基本上我諗做運動之前啦，尤其是如果本身冇做開運動嘅患者咧，咁我會建議佢即係睇下自己個能力先啦嚇。咁同埋咧，有時如果你冇做開運動咧，突然間做運動咧，會令到你對嗰個胰島素嗰個敏感度咧係會增加，有即係增加咗血糖低嘅風險嚇。咁所以同埋如果你啲血糖控制得太差咧嚇，你做完運動，譬如話嗰啲壓力荷爾蒙高咗嘅話咧，又會影響啲血糖高啲喎。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佢做劇烈運動之前咧，咁我會建議佢真係睇一睇啲血壓啊，啲血糖控制會唔會非常之唔達標嚇。咁如果你話佢真係好差嘅時候咧，可能即係調校咗啲藥物，減低咗呢方面嘅風險就會好啲。咁另外咧就睇下有冇其他嘅症狀啦，即係譬如行路會唔會心口痛啊、氣促啊，即係有啲即係心臟血管或者係心臟功能嘅問題咧，可能要早少少去睇你嘅家庭科醫生啊、糖尿科醫生啊，甚至心臟科醫生做個評估先去做運動咯。其實好多都係嘅，即係我諗第一樣嘢，佢哋其實好多時都冇真係做運動嘅，咁即係要做個評估先啦。第二即係你唔會一開始就去即係做好劇烈嘅，所以反而我覺得初頭做嘅你咪循序漸進先咯。其實從來唔做運動嘅人，你叫佢一日用半個鐘頭行路已經一個唔錯運動，做慣咗先慢慢加咯。反而我唔會鼓勵佢哋，你即係跑步，即係話一 K 好快跑一 K， 我唔建議，我反而覺得你不如做半個鐘頭一個行路先都得，我慢慢加循序漸進咯，呢個最重要我覺得。
我諗係持之以恆，揾到自己嘅節奏，最緊要係 keep 住做啦。呢個最緊要。慢慢加上去咯，即係有時候我都會建議啲病人，你開頭慢慢行，行十至十五分鐘啊。咁你今日行咗十至十五分鐘，咁聽日行十至十五分鐘，咁你下個禮拜咪慢慢加十五至二十分鐘咁樣咯。嚇，即係我就通常建議啲病人加咗個時間先，跟住先加個速度。我都係。係啦，咁樣咧就俾自己嘅身體習慣一下咯。嗯，先時間後速度，同埋都要自己感覺良好先。首先就真係感覺榜咧，運動二十分鐘打後先真係有效。所以長遠都係做耐啲啊 ，hea 少少做好過冇啦。當然做到下就要加啦，係啊，慢慢慢慢加咯。好，睇個年紀啊，各方面嘅嘢咯。好，咁我哋繼續解答下一條嘅問題啊。咁咧就有朋友就想問啦，如果我後生仔啊，仲年輕嘅話，我係咪就唔需要處理膽固醇問題咧？啱啱先講有年輕化趨勢喎。嗱咩叫年輕啦？咁我成日覺得後生過我就年輕噶啦。OK。其實我最近咧都遇過啊兩個例子，即係不嬲，即係我哋覺得即係女性五十歲以下冠心病機會低啦，因為女性荷爾蒙係保護住嘅，所以做人不嬲都唔驚，我知道。嚇！多謝你啊！咁但係我最近遇咗兩個病人，一個係38歲睇我咧，突然心我嗌得好緊要，咁樣一 check 係心肌梗塞咗，係心臟病發咗，我哋諗嚇，咁佢好勁喎，佢話我冇啊，我媽咪50歲都搭過橋噶啦，個哥哥都先通完波仔，我都預咗噶啦，嚇！咁另一個病人咧仲後生，32歲，咁就係一個啱陀住，個女啱滿月。咁咧就跟住個心臟有啲翳喎，跟住一 check 又條管塞曬，咁就32歲喎。當然我知即係同你都好大距離啦。不過即係兩個病人咧，佢膽固醇好高嘅，係壞膽去到9嘅，所以千祈唔好覺得咧，即係壞膽固醇唔關你事嚇。即係如果你去到40歲，即係如果嘅啲家族性遺傳膽固醇高咧，去到發病之後先醫咧，其實好麻煩嘅。其實20歲嗰剎那，其實佢應該已經。要藥物處理，甚至乎啲類病人咧，其實定係他啲藥物係唔足夠嘅，甚至乎係需要打一啲嘅膽固醇抑制劑。其實好多人對膽固醇都有啲誤解嚇。其實好多病人問我食少啲嘢可唔可以就減低個膽固醇嚇？其實膽固醇咧有70%喺我哋個肝臟嗰度製造出嚟嚇，得20-30%咧喺食物嗰度嚟嘅啫嚇。咁所以啱啱咧謝醫生講嗰啲咧家族性遺傳嘅膽固醇咧，其實嗰啲小朋友其實由細到大可能即係你如果7-8歲開始同佢驗咧，佢已經有膽固醇高嚇。即係如果我哋知道問到有啲家族歷史，譬如嚇佢爸爸媽媽好早，譬如話50歲。樓下就已經譬如心臟病發啊，通過波仔啊，佢啲阿哥家姐啊，亦都係好年輕就已經有心臟病發嘅情況咧。其實係應該及早嚇，即係去抽血去驗啊。所以我個病人就話覺得唔足奇，但係驗咪去驗喎。去驗即係有時就偽質嘅醫，但係其實我哋而家有啲非常之有效嘅藥物，即係如果你肯及早治療啦，就可以大大減低咗之後心血管毛病啦、中風嘅機率咯。係，因為其實啱啱謝醫生都有解釋過我哋。個風險越高，其實我哋需要用嘅藥物就會越多咯嚇。咁開頭如果我哋話你冇心臟病發，可能我哋用個藥物淨係口服藥他汀量就 OK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之後你本身膽固醇又高，跟住又發現糖尿病，跟住通完波仔咧，我哋希望嗰個壞膽固醇就去到1.4噶啦喎。咁可能一般嘅藥物都未必可以，口服藥物都未必可以處理到，可能要打針啊。咁到時就仲麻煩咯，其實。甚至乎如果係2年之內再心臟病發過嘅話咧。我真心就好知啊，係建議1.0添嘅，係啊，即係低處未算低。係啊，所以好困難嘅其實。聽完都先中醫嘅真係。未有病醫，即係未有真正嘅發病，即係醫好膽固醇好緊要咁。咁所以大家都好好去循唔同嘅方向去監察住自己啦，定期去做檢查，咁任何時候都可以去及早求醫啦。咁好，我哋繼續去解答下一個問題啊，就係講就係話如果我本身因為已經有糖尿，咁而再有心血管問題，會唔會更加難處理呢？不如請教謝醫生啊。其實就都即係我諗最主要係所有高因素都要控制嘅啫，即係都唔係話特別難處理嘅咁。咁都係膽固醇啊，同埋糖尿控制好。咁當然心臟血管嘅問題嘅話，要處理好佢啦。咁當然亦都係即係，如果係心臟病發過嘅，我哋更加擔心將來心臟衰竭嘅問題嘅話咧，即係更加需要一啲適當嘅藥物咧，係去控制啦。咁頭先林醫生講咗，其實一啲嘅 SGLT2 抑制劑咧，係要減低將來即係糖尿對於心嗰個嘅併發症。咁其實最近仲有研究更加發現咧，其實 SGLT2 抑制劑咧唔係糖尿病，已經唔係糖尿病嚟嘅。因為甚至乎而家研究已經擺喺一啲冇糖尿嘅病人去減低心臟衰竭風險，而暫時有數據都講俾我哋聽咧，嗰個成效會好。
咁所以最緊要係用適當個藥物去幫到佢咯。好，咁最後一個都係問題咧，就你都我哋朋友啱提出呢條問題咧，我就冇咁樣諗，但我見到好多人都問嘅，就係話咧嗱，食雞蛋啊嘛，食蛋白啊幾好味咁樣，但蛋黃誒唔好食咁多蛋黃啊，食多蛋黃咧就會好容易有高膽固醇噶啦，係咪真嘅咧？係啦，咁又翻翻去，其實我哋食物咧只係負責兩三成嘅啫，係啦，咁所以其實要視乎本身佢嗰個壞膽固醇有幾高啦嚇。咁如果你話佢本身個壞膽固醇得 2.8 嚇，咁我哋希望佢 2.6， 咁或者佢可能戒下口啊，咁都可以減到一成嘅壞膽固醇可能達標咁樣嚇。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病人本身我哋同佢驗血嘅時候發現個壞膽固醇去到四啊五啊咁樣，其實佢就算真係食齋淨係食菜咧。因為佢個肝臟製造嗰啲膽固醇出嚟，其實都係冇用咯嚇。即係其實我哋嗰啲家族性遺傳嘅膽固醇咧，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係我哋話 underdiagnosis， 係我哋根本上冇去診斷到呢件事嚇。咁有啲病人又誤解咗，以為我哋淨係戒口就可以減低個壞膽固醇，其實就唔係咯。多謝講個問題咧，膽黃我哋有啲人答你問題，嗯、我食嘅。我一日食三隻蛋，連蛋黃嘅。哦，係啊，咁其實咧，你會睇翻咧美國食物指南咧，已經將蛋黃剔除咗嘅。嗯，蛋黃已經不受限制。第一樣嘢好似頭先阿陳醫生所講咧，其實大部分都唔係我哋食翻嚟噶嘛。咁、但係調翻轉頭一個問題，第一樣嘢你點樣食法咯？嚇，烚蛋係最理想。嗯，係烚蛋最理想。譬如你煎嗰啲，其實已經有油係唔健康噶嘛。烚蛋先係，咁你跟住仲有啲係好靚嘅，加埋牛油好香嗰啲嘅，咁個牛油已經唔健康啦。咁、好啦，咁同樣地，咁既然啲膽固醇係冇上限嘅話，咁牛扒另外一回事喎。咁譬如話牛扒都係可能係有豐富膽固醇，但係同樣地佢都係有豐富嘅飽和脂肪。咁所以你攝取得多嘅話咧，你唔係個膽固醇問題啦，係個飽和脂肪問題咯。咁但係膽黃就已經冇上限。不過都係嗰句啦，好似林醫生話齋啫，即係其實本身如果係啲高危嘅患者咧，其實我都唔會建議佢無限，即係唔好似我咁啊，食三隻我都話一隻 OK 咯。但唔好太多，同埋三係最理想咯。嗯，烹調方法都好重要，尤其食材係已經固定咗，係你點樣煮就好影響嗰件事。我覺得盡量飲食啲平日清清淡淡咯，即係坦白講，即係我哋每個人咧都係需要適當地享受嘅。咁但係我哋每次即係尤其食一啲食物咧，你食之前知自己唔係太健康，你要盡量去忍咯。譬如話好簡單，即係早餐嘅，你食唔食㗎？你食唔食牛角包嘅？我唔食嘅，因為我冇乜機會同你食到餐，所以要問一問。咁你要請我食下早餐先得啦，聽日得唔得？OK。係啦，即係牛角酥、牛角包、牛角酥我唔食咯。咁當然麥皮嗰啲有啲健康嗰啲咯。咁我自己都唔係點食牛啊麥皮嘅。不過即係麥皮嗰啲健康咧，牛角酥嗰啲盡量避免咯。蛋黃我食嘅。嗯，記得一日三隻嘛，冇錯，係啊，快過期因為我覺得兩位係好好嘅配搭啊，互相去補足咗好多我哋今日唔同嘅資訊。我相信咧，我哋今日咁多位睇緊觀眾嘅朋友咧，都透過剛才兩位醫生嘅資訊咧，對於點可以去控糖啦、控膽固醇以提升咧心血管一啲疾病嘅風險控制得好啲咧，大家亦都知得多咗啦。咁啊，都要再一次多謝曬兩位啦。其實咧，如果作為本身可能係三高嘅朋友啦，又或者係生活習慣自己都知道比較不良嘅朋友們咧，都要首先預早啦，定時去做一個身體檢查，咁如果真可能發現身體上面有啲咩嘅指數上面有變化嘅話咧，就可以及早求醫，並且咧可以對症下藥。亦都再一次多謝你哋兩位嘅分享。咁我哋同咁多朋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